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选后整个新的局势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分析的。大白话来宾们，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黄伟汉。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台北市议员游楚惠，Hello，大家晚安。资深媒体人陈辉文，来 在立法院是第一个大家重中之重那观察的重点区喽。今天上午由民进党党团开了记者会哦，哎，这个时候有感觉民进党选完之后只剩下黄国昌跟黄珊珊的嘛？柯文哲现在暂时比较没有舞台，所以呢，立法院的龙头要支持谁？民进党在记者会之前本来有传出来一则新闻说应该会自提人选，哎，不过记者会上倒是宣布说两大党有志要角逐立法院长位置的人。 国会改革政件是什么？要求这两大党，两大党不管蓝或绿，率必须提出政件来蓝图跟承诺，还有四大的具体承诺，要求对方回应。而目前，因为国民党也还没有正式提出来，要韩国瑜当立院龙头嘛，那也还没有要选，所以这个这个时候至少都还没有公布的时候，要怎么回应，怎么承诺？哦，其实这个运作方式看起来，这个民党的意思很清楚，是不是所謂？所谓哎，到底是只是要？ 挟着这个少数关键的这个影响力来跟两个大党谈筹码，还是说真的是要理念之和，要双方提出理念之后才决定要不要和？而目前是奥康加码喊。 除了这个四个这个、承诺，他都有一些认同之外，也说阳光应该照进地方议会。而王宏威也是这次立委当选人，他说政党必须要诚信，不能够说一套做一套。他这个部分倒是对于民众党有所质疑。《金周刊》宣称啊、哦，国民党的四个剧本是在立法院龙头这个部分有四种可能性，包括了最好的情况愿意蓝白合，那就直接合作结束啦。 如果白银自推人选形成三足鼎立的话，只要不出现跑票啦、错投票等等的情况，还是有利于泛蓝阵营。那么第三个是民众党，如果不提人选的话，开放自家立委自由投票。那当然最糟的情况就是白绿河，国民党会避免局势这样发展。《近周刊》认为，哎、欸，这个是国民党内部的四个剧本。不过林涛回应是说，国民党啊没有这四套剧本，但算一算，哎、欸，也只有这四种可能啦哦。 所以现在来看看大选前，在呃最后投票的时候，有个报道说，韩国已经开始在私下的呃，包括会见一些可能成为国会助理的经验级的主任及资深的幕僚，正在规划到立法院里面的相关运作。而如果立法院长选举蓝白河也破局的话， 那么现在有一个报道认为，国民党团呢，如果是韩国瑜跟赖世宝的搭配，或者是韩国瑜搭配曾经是国民党主席的江启臣，会不会可能是一种组合呢？当然，现在就看各个这个蓝白绿三方的合作情况，因为绿营也一直喊啊，他们也在内部喊说，我们要考虑跟白要怎么合作啦，连民进党立委都有这样子的声音出现。所以柯文哲现在的角色是什么呢？虽然现在舞台哎，暂、欸、时在立法院，看不出他还有什么角色。 但是四年后呢？这一次的得票会成为他四年后再战赖清德的资本吗？来看看这次的得票里头，相比过去的票数，的确哦，这个获胜的赖萧佩四成的得票，比起上一次哦，是有五十七点一三百分比的蔡赖配。 当然，在沙卡度情况之下，他是相对的弱势，是少数的这个总统当选人。而侯康佩三十三点四九，比起上一次三十八点六一，还是少了大概有呃六万八十五万票左右哦。还有在柯文哲的部分，到底有没有机会？他当然是比宋楚瑜当时得票高，但是呢，赖清德只比侯友谊。 韩国瑜多了五百五十万多了六万票而已。这种比例来算呢，哦，就加加减减这个数字来算，对于柯文哲来讲，他的资本够不够强，还是他单独已经确定的是个票数只能到这里是天花板，变成一个外界观察的指标。而柯文哲自己未来又能往哪里去走呢？来看看民众党的立院的八个席次里头，哦，呃，不分区名单里，当然区域立委已经全军覆没了嘛。黄珊珊一度被称为小英女孩。 是不是有绿色的色彩？黄国昌现在太阳花世代时代力量已经覆灭了，在他离开之后，被形容关天关中天的打手吗？陈昭姿他的一个重点的诉求是要救陈水扁特色。另外，张继凯过去是前年代的主持人。那么，相对于这三位名单啊，侯汉廷、毛家庆、邱毅。 过程当中挺白，不过是不是比较没有实质的位置的时候，影响力相对有限呢？那么绿侧翼现在还要再继续开打柯吗？看起来对于柯妈妈来说，柯妈妈的回应哦，她问：哎，奇怪，为什么票会这么的少？觉得奇怪，国家。 呃，愿意为百姓服务，不可以看人很多，出来的票这么少，他觉得莫名其妙啊。当然还被绿以侧翼，做成梗图啊，什么各方面不过画起来还蛮可爱的。那也开始攻击这个候选人的母亲了吗？那当然，柯文哲现在对民众党来讲，在立法院成为关键的影响力的少数，那要前置双方。但至于柯文哲自己呢，未来还有可能性吗？伟汉怎么看？ 如果要谈到底二月一号马上到了哈，立法院长会是谁的话我看没有那么复杂，什么四套剧本，只有两套剧本。好，一套剧本叫做民众党投给游戏坤，另外一套剧本叫做民众党没有投给游戏坤，就这样结束了。如果民众党的八席投给了民进党的游戏坤，游戏坤就是立法院长。我算给大家看哈，国民党五十二席，民进党五十一席。 好、哦，那民众党八席，五党两席，两席可以加过来。国民党形容五十四票，因为有陈超明跟高金素梅，他们支持国民党的，所以就是五十四、五十一跟八。那根据这个立法院哈，我我这边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摄影大哥跟我拍一下哦。立法院的这个哈，就是立法委员院长、副院长的互选办法里面讲得很清楚。其实第一轮投票没有提出政见的问题啦。今天我看到国昌跟那个黄珊珊在讲这个。 没有说我要选立法院长的时候，我提出我的证件。你要什么证件？立法院长、立法院院长就是主持议事而已啊。他又没有说什么以后我要推什么改革由立法院长，那个是一个集体的共识决。所以你第一次选举的时候，观众朋友，二月一号，立法院四年开一次大门，委员全部进来报到以后，马上选院长、副院长，而且是分开选。那怎么选呢？选票拿起来一看，上面有一百一十三个人头，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候选人，所以我们全部都选黄泉秋、黄泉秋、黄泉秋，超过一半第一轮。 王千秋就是立法院院长。好，比如说，如果大家都选韩国语超过五十八席，那我刚刚讲，现在目前国民党五十二席，然后再加上两席的这个五党级五十四票而已，有没有过半？没有。所以第一轮投票，除非民众党投蓝或投绿，不会有立法院长产生。所以进到第二轮投票的时候呢，那个选票就要去印了。所以它中间还要隔隔半个小时以上啊，它还要出现。到时候可能就是好韩国语跟游戏坤两个人去选，因为就取采取最高票两个嘛，哦。 他第一轮不管民进党是投自己，或者是集中投给黄珊珊或金文环，都都不重要，因为他不会出现嘛。他如果没有挺蓝或挺绿的话，第一轮就过不了。但第二轮的时候呢，因为他是采多数决，这个时候拿到五十四票的韩国瑜就可以赢过拿五十一票的游戏坤。了。所以在第二轮的投票之后呢，就会确定韩国瑜是立法院的院长。除非民众党支持民进党，否则各种状况都是韩国瑜当立法院院长。那就看民众党要怎么做啦。那民众党因为先前。 这个现在目前大家在质疑，的，因为昨天大家有跑去那个科办去问那个柯文哲，他说再想看看。那选前不是每次到南部造势都讲说总统投柯文哲，然后院长就是韩国语吗？啊，所以就跟你讲没有白纸黑字啊。现在那不然现在根本还讨论这一题，白纸黑字也不一定有用。对，那所以就是所以嘛，<laughs> 就说是不是说千金难买早知道弄种感觉 就是没有一定的，他不一定，他本来就他没有欠你的嘛，哈。所以，但是问题是，我要倒回来跟大家跟大家说，有人讲说，哎、欸，黄珊珊是什么小英女孩，她哥哥黄曙光什么，我倒不觉得，民主党一定就会支持民进党，理由非常简单，来，大家看一下黄黄国昌，黄国昌今天为什么主导早上的记者会也讲四点的那个看法，他就希望说我们是一个改革的八人。那我以前哦，我讲的是黄国昌了，在时代力量，后来为什么离开？他觉得时代力量在对抗或者是。 跟这个民进党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切割，不想被人家叫成小绿，所以我离开了民时代力量。啊，我时代力量小绿做尾我转过来民众党这给你得刚刚变中绿，马上就投给尤戏坤。那未来四年他要怎么监督？所以我觉得民众党最后就是我刚讲的，既不想要，因为像黄山跟国民党也不好嘛。林涛讲说黄山是那个头号散犯，所以要投给国民党韩国瑜。看起来先前,前也没承诺嘛，照理讲应该投啦，对不对？因为韩国瑜都帮民众党站台了，不过没关系的，这我们讲政治现实。 他既不想投给国民党，也不可以投给民进党，否则你未来四年要怎么样在立法院大声的讲说太离谱了，对不对？所以这种时候他不投蓝也不投绿的状况之下，就进到两轮投票，最后呢可能就是韩国瑜当选二月一号的立法院的院长。那院长他并不是实权，比如行政院长啊、台北市长，他有行政权没有？他反而要中立，就是主持议事你啊。嗯、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没有说，因为对，那他不能在浅丘讲重点哈、喔。 立法院的院长，比如说如果韩国瑜当立法院院长，第一个他既不能选党主席，第二个他也不能参参加党团运作，所以他哪来的行政权说，哎、欸，我立法院院长，所以我要推动国会改革？没有，所以,所以重点不在这里。对对对，對所以重点是说，这个应该是国会的立委们大家一起来推修法或干嘛，那是共识，不是一个立法院长敲出来说，好，我决定以后就怎么样了，没有。所以这种中国之下的时候，我觉得蓝跟绿哈，侯有那个尤其坤跟这个韩国瑜应该不会正面的回应说，我们要同意哪几个政件？因为没有什么政件，第一轮根本没有候选人。 就是一百一十三个委员都在选票上面看你要投给谁都可以。那如果民众党要支持游戏坤，确实游戏坤就是行政院长啊，对不对？立法院长。但如果民众党呢，他没有要投给任何人的状况之下的时候呢，这个进到第二轮投票以后，由实质拿到五十四票的韩国瑜会当选的几率就非常的高。 嗯，所以我们先来看看最新的消息了哦，以陈昭姿，他是要以陈水扁特色为主要诉求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票数比较哦，里头似乎在各家分析里头都认为柯文哲大概拿下了绿的八成的选票这么多吗？而陈水扁呢，现在除了保外就医之外，还本来是因病所以停止无法去参加庭审嘛，结果被发现他还出来帮女儿打牙医的官司啊，然後还打赢了，所以他现在的特色是。 为了什么？是呃，为了养病，还是出来为了帮女儿打官司？而接下来科跟赖有没有合作的空间？关于特色，陈水扁这件事，呃、我先讲刚。刚今天早上那个民众党提的那四项承诺哈、哦，基本上我看起来有一点像是假的，有一点像是假的啊、哦，就是比较容易让人家承诺的承诺啊、哦，不是跟国外改革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哦。譬如说它里面的。 其中有两个承诺哈，都是说第一会期要干嘛？哎，那第一会期过了以后，之后的七个会期难道就不用国会改革了吗？为什么只要承诺说，哎，第一会期你们要推动，推动又不代表立法成功，所以我不知道说为什么要去提特别强调说第一会期要干嘛，然后再来所谓的经费使用定期公布经费使用，我也特别去查了，他是指说。 这个浅见国造的经费使用呢，还是我们每次在质疑各部位置入到媒体养网军的经费使用呢？没有，他都没有讲。哎，难道他是说立法院长的经费使用吗？你的特别费怎么用？这个重要吗？这个一点都不重要，好吗？所以这四个承诺，其实我觉得，如果他要跟民进党合作，只是开了一个很容易达到的承诺，让民进党来同意。哦，来了，这谢我能同意啦，那你要不要支持他？ 那如果两个党都同意的，那你要支持谁呢？所以我觉得这这四个承诺就是虚妄一招，好像民众党还是有一些改革理念的，但事实上我看不出来这跟国会改革有什么关系哦。其中立法委员的利益回避啊，这不是本来就要有的吗？本来就有这个这个相关的法令嘛，哈。然后再来讲到就是这个民民众党现在这八个八个。 不分区的立委，坦白说哈，什么颜色都有，连做生意的都有啊。所以你要去跟他们谈合作，那未来未来到底说在每一次的政策上面，到底要怎么样跟他们折冲？我觉得这个非常会沦为，不管是绑架也好，或是被勒住脖子也好哈。坦白说，如果你问我，当然我不是立法委员，我没有资格去说什么。然后。 立法院是一个很现实的环境，可是我觉得蓝白在合作这件事情哈，我相信我会怕，我们很多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也会怕哦，蓝营的支持者也会怕，因为上一次的合作经验真的不是太好，不只是蓝白的合作经验不好，绿白过去的合作经验也不好，所以我觉得既然哈立法院的投票是大家知道是量票制，哦，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投票要呈现给大家看，<責>对，那就。 大家各自提提一组人选去投嘛，去投嘛。如果民众党在第一阶段有跑票去给民进党，那我们也知道是谁啊，也知道是哪几个啊。看有没有黄珊珊嘛，好看有没有陈昭之嘛，那就知道说海水退了，谁有穿裤子，谁没穿裤子嘛。如果民众党集体跑票去支持民进党，那你未来你就不是在野的力量啦。我觉得一翻两瞪眼，让所有民众知道大家的这个。 立场是什么？啊，不要这样子啊，合作合作，然后私底下有一些运作，我觉得太复杂了。辉文哥，这个关键少数扮演的角色到底是卡关而已，还是真的有他的关键影响力？那要看他们怎么表现啊。呃、欸，因为在投票当天，这个我们的行政院长陈建仁就跟蔡总统请辞了哈。这个讲好听叫做宪政惯例啊，其实也没这个惯例。但他觉得说，那我行政院长哈，那蔡总统未留他。 希望他能够做到五二零，然后再由赖清德政府来内阁来交接这样子哈。那我我讲这一点是说，希望民众党柯主席这边把格局再拉大一点，好，也提醒黄珊珊跟黄国昌不要只看立法院啦、啊。因为如果你真的要跟民进党合作或跟国民党合作，应该不是只有在立法院而已啊。你就直接都跟他联合政府就好啦。啊，你本来不是说你的内心就是绿的吗？那现在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啊。 柯文哲去年讲一句话，我不我不晓得伟汉或是游淑慧有没有印象。柯文哲说：“二零二四谁当总统是我决定啊，他决定啊，他就坚持要参选，结果戴庆德就当选了、啊，对不对？国民党低声下气的拜托他，求他，侯乙这样子被他羞辱，拜托你跟我一起选，柯文哲就是不要。刚刚浅秋讲的很好啊，白纸黑字签的他都可以翻脸啊，对不对？那有什么有什么意义呢？” 众目睽睽，大家见证，马前总统亲自见证都没有用了，然后就翻脸就翻脸了。所以我是觉得，如果说柯文哲回去跟赖清德合作，跟民进党合作去组联合政府，好，那很简单，这浅修我一个异想天开哈、喔，那就叫柯文哲当行政院长就好了。那你们立法院长也可以合作，都可以合作哈、喔。这个席次是这样子哈、喔。 这个国民党拿的五十二席，我是算国民党哈，我像伟汉是把另外两席也算进去，他拿的四十六趴的席次，因为我们立法院有一百一十三席哈、喔，那所以国民党的这个席次比例是四十六趴，好，我们待会会分析到侯友宜哈，我这边待侯友宜的得票率是三十三点四九，好，大概就三成左右的得票率哈、喔，那我们看国民党在部分区的得票三十四点五八，好，所以国民党的部分区得票比侯友宜还多一点点哈、喔，那国民党的区域立委哪几趴呢？ 拿四十趴，好，拿四十趴的得票率哈，那没关系。我们我们回来看，那国民党为什么会有四十六趴的立法院席次呢？为什么？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四十六趴席次是碰红了啦。他占了什么便宜哈？我拿给大家看，你看看民众党拿几席？民众党拿八席嘛，对不对？所以民众党在立法院的席次只有百分之七而已呀、啊。可是你看柯文哲拿几趴？柯文哲拿二十六趴，对不对？那民众党在部分区拿到二十二趴，那为什么他只有七趴的席次呢？ 为什么国民党会有四十六票？我我告诉大家，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民众党的区立委只有十一个人，而且全部都没当选、啊、所以国民党这席次是灌水的啊。因为有些地方根本没有民众党的候选人、啊、那你叫阿北的支持者投谁？我相信很多民众党的朋友他不想投民进党嘛，最后可能有可能去投的这个这个国民党哈。你看这个这个馆长啊，他说立法院会变成有史以来最精彩的，会变成立法院全明星赛，这变综艺节目啦、啊。 怎么变成这样子呢？那馆长这个人他，他他就又又去批评，当然他批评很多人啊，他讲韩国瑜说韩国瑜在地板上用膝盖走路啊，会吗？会吗？他是去参加伯恩夜夜秀的综艺节目啊，他在综艺节目那是综艺节目，他表演一个桥段。阿 k o d 公告安内，韩国瑜在当高雄市长的一年多的任期，王千秋可以当证人，他有在高雄市政府用膝盖走路吗？ 那我们就想说，他去当立法院的这个立委，或甚至甚至他越当院长，他会在立法院用膝盖走路吗？我相信也不会啊。那为什么啊啊那个人考试也 H B 撞下呢？你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讲吗？啊，你讲黄杰那个限制级的，我就不想讲了，那个太低级了、啊。讲说黄杰只能到立法院翻白眼吗？欸、限制级啊，限制级的。对对，对对哦，好好好,好，明白。 所以哦，待会儿刚刚慧文已经讲到了，第一次国民党的总统票是低于政党票，那这代表的意义跟现象是什么？我们刚刚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讨论。